得势时得人心，失势时得人助。这是得势之时两种不同的待人态度，造成的不同影响与后果。因此，即便人此时有势力，也不要欺压别人，要以平等心待人。仗势欺人给人的印象极不好，比如力气大的人依仗自己的力气对别人进行欺辱，权势大的人摆官架子利用职权去欺辱人，有金钱的为富不仁利用钱财欺辱人，有名声的借助自己的名气制造声势，利用自己的声望去欺压人等等。人们就是因为有了权势荣誉后，才出现了高人一等的心态。有的人在得势后称王称霸，仗势欺人，但是他们也会有失势的时候，在得势时欺辱别人，失势后就会遭人唾弃。仗势欺人是因为没有平等心，得势时不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，失了势也就相应地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。其实一切荣誉权势都会如云烟般随风消散，所以请不要去计较那些荣誉权势，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。我曾开示众弟子，除人我无彼此，冤亲平等望誉会，人生来都是平等的。不要因为有了荣誉地位钱财和权势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并且依仗着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去欺辱别人。平等不变，离差别相，无胜无凡，非善非恶，真实如常，不变真如也。即使很有势力，也不要欺压别人，妄分人我不平等，害物害生如草芥，每日思量贪嗔痴，沉沦邪僻归淘汰，杀盗淫妄肆意行，傲亲慢友分憎爱，喝风咒语灭神明，不知生死无聊赖，出牛胎入马腹，改头换面谁歌哭，多造恶不修福，浪似虚生屠戮戮，入三途堕地狱，受酷糟心为鬼畜，古圣贤贫饶舌，晨钟暮鼓动心曲，善恶业报最分明，唤醒世人离五浊。不要依势随意的去伤害欺辱别人，否则会遭到因果的报应。有这么个小例子，浙江省的中部有一位书生，靠着申商和韩非的行名之学，在江西非常吃香。他经常接受太守的聘请去做法律顾问，他跟太守处得非常好，遇到县里的诉讼案，就提到傅俊亲自审讯。当时有一位寡妇被匪徒调戏，寡妇屡次拒绝，匪徒屡次来，寡妇忍受不了这些侮辱，告到县衙，没想到匪徒反而说寡妇和他通奸，以此来侮辱寡妇。县衙不能判决，就又控告到府衙，太守发现寡妇被冤枉，重重地惩罚了匪徒，这件案子才结。太守坐堂审案时，那位书生站在屏风背后，看见寡妇的姿色，对其动了心，他想要娶那位寡妇为侧室，寡妇不肯，于是书生强行行聘。寡妇因为那位书生是府衙的幕僚，势力很大，无法抵抗，他害怕自己被强暴，所以自缢而死。寡妇死了三天后的早晨，那位书生不开门，大家撞开门进到室内，发现他手里拿着利刃，砍断自己的脖子，血流满地，倒在地面上死去。书生依仗着自己是府衙的幕僚，想强行娶那位寡妇为侧室，最后竟然导致恶果的产生，使自己也失去了生命。因果不昧，曾种恶因必感恶果，若明此意，则日常生活逢顺逢逆，
苦乐悲欢一切境界都有前因，不在境上妄生憎爱，自然能放得下。一心在道，什么无名共高习气毛病都无障碍，自意入道了。依仗权势对别人进行欺压，最终导致了恶果。凡夫只怕恶果，不知恶果起于恶因，平常任意胡为，以图一时快乐，不知乐是苦因。一切都有因果，有事时的作为直接决定了失事后的生存状况。得事时得人心，失事时得人助。所以即使有了势力，也不要欺压别人。人的智慧不在别处，就在自己心里。只有把自己的事做得事事明了，才能明白什么是智慧。佛门有句老话，学佛一年，佛在跟前；学佛二年，佛在西天；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智者修行不是走个形式，而是挖掘自身内在的潜力。一天，西运禅师刚刚踏入禅堂，云游的僧众就围了过来，希望可以得到开示。西运禅师问：你们想得到什么？还是赶紧离开吧。说着，他用手中的禅杖往外轰众人，但是慕名而来的众僧却不肯离开。西运禅师只好坐下来说：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让人开示，表面上看来你们在行脚修行，看到有千人的禅院就蜂拥而至，听说某人已经开悟就赶过去希望得到开示，但是这种行为只能被人讥笑。你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到底什么是参禅悟道。西运禅师继续说道：当初我行脚时，如果在荒野里能够遇到人，也会跟他攀谈，看我是否有所领悟。你们如果真心向佛的话，就要振作精神，看自己是否有所领悟。如果你们连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，只知道一味学习别人的言语，然后将听到的东西大肆宣扬，说自己已经悟道，难道这是真的悟道了吗？你们不应该在我这里浪费时间，更不要轻率从事，空过了一生，要不然只会让人讥笑。如果你们明白我说的话，那就赶紧离开这里。智者之所以为智者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能从外界获得更多的智慧和经验，而在于他们能够挖掘出自己的心智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他人的成果，盲目地去崇拜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，无法看清自己。盲目的追寻不会让你前进，只有肤浅的人才会如此。人要看到别人的优点，正视自己的缺点，挖掘自身的潜力，这才是诚信笃行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，然而面对这些困境，我们需要积极应对，而非消极抱怨。我曾经说过，不要经常说自己身体不好、脑子不行、命不好等消极的话，因为这些话语会自证预言。这句话深刻地提醒我们，心态决定命运，消极的话语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然而面对这些问题，我们要学会接受和善待自己。如果身体不够健康，就去锻炼和调整饮食；如果脑子不够聪明，就多读书多思考；如果命运不够美好，就努力奋斗去改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积极面对困难，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障碍。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往往会成为现实，
如果我们总是抱怨自己的不足和缺点，那么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些方向发展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战胜困难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未来是不可预测的，但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设定一个美好的愿望。这个愿望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，而应该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。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，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当我们遇到挫折和失败时，不要轻易放弃，要坚信坚持就是胜利。我们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不要被消极的情绪所左右。我们应该相信自己，为自己的未来设定一个积极向上的愿望，并努力去实现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。在如今充满喧嚣和浮躁的社会，珍惜福报似乎成了一种被人遗忘的智慧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智慧能够为我们的内心带来平静与力量，同时也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盛与有意义。我们要善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将这份福报用智慧和慈悲与他人分享。正如一池清泉，在不断滋润自己的同时，也滋养着周围的土地和花草。这样的人生态度不仅能够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宁静，也能够在身边传播出温暖的光芒。我们不要浪费一粒一滴，因为这一切都是过去积累的福报的结果。这种从细微之处体现出的善心，让自己拥有一颗感恩的心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小善行都有可能积累成大的福报。我们都要思考自己的人生，开始从日常生活中寻找那些被忽略的珍贵。每一顿饭，每一次喝水，每一件衣物，都是一种福报，都是过去善因的体现。珍惜与家人的相聚时光，不再将忙碌和工作压倒一切。在日常中多做些小善行，无论是帮助他人，还是关心身边的人们，福报并不仅限于个人的收获，更包括对社会和大众的回馈。即使拥有十分的福报，也应该只享用其中的三成，将其余的用于回馈社会。这种回馈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福报，也能够在无形中增加我们自己的福报积累。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身处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，我们时常被琐事和喧嚣所累，却很少停下来思考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。珍惜福报不仅是对过去的感恩，更是对现在生活的满足。每一次善行，每一份感恩，都是一种积累，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从每一个细节开始，体会其中的珍贵。珍惜福报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感慨，更需要付诸于行动。无论是小小的举动，还是大大的善行，都能够在日常中传递出珍惜福报的理念。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福报回馈社会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珍惜福报不仅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通过感恩与回馈，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。用心去体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，用善行去传递温暖，用感恩去铺就通往内心宁静的道路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获得更多的珍贵福报，也能够将这份珍贵的福报延续下去，影响更多的人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眼镜唯有装瞎，
方能不流泪，嘴巴唯有装哑方能不招祸，人唯有装傻方能活得轻松，修得福报争来灾祸，生活总是苦尽甘来，低谷之后繁华自现，原来糊涂一生方为赢家，即便明白时亦装糊涂，可避麻烦，不致过劳，努力成为瞎子聋子，必要时哑巴亦无妨，做人半傻半哑，明白即可，不必拆穿，稀里糊涂或解矛盾，聪明难，糊涂更难，难得糊涂，人需装傻本事，方过得轻松，出来不知人间苦，回头已成苦中人，人生如此，选择难逃宿命。都说时间治愈一切，然经历者方知，时间仅愈皮外伤，有些路须独行，非孤独乃选择，再难贵行亦须走完，人在外闯怒不如愤，翻脸不如翻身，时间筛选周遭人事，无人永伴，但永远有人相伴，生活可操，岁月可无温柔，人心可凉薄，但我们不可不自爱，人生最难路是心路，最难放事是心事，最难控情是心情，最难言痛是心痛，治愈我们的不是时间，而是明白，人生两事少做，一用嘴扰人，二靠脑思己，生活各自不易，所求不同，不在他人心中修己，不在己心中求人，人与人不该管别管，不该生气别生，知多未必好事，真相揭心痛，谎言穿情冷，生活之苦无需尽言，得非安慰，而是道是非者，听故事者众，看笑话者更多，懂故事者少，以装维持关系，苦尽自己，懂装者非闷心，乃淡事，当无所挂，无需装，真不屑理，人生路漫漫，困难挫折来去，眼泪流收，愿你努力拼搏日，皆被温柔待，人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程，没有什么不可释怀，无论小到邻里纠纷，还是大到生死离别，选择放下或执着，最终的结果并无不同，放下的人收获了轻松和快乐，而执着的人只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，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，要活得轻松自在，就要学会放下自己的执念，看破红尘不过是浮云，看破美丽不过是外表，看破生命不过是无常，看破爱情不过是聚散，曾经难过时哭泣，是因为无法解决问题，后来痛苦时忍耐，是因为无法改变现状，现在痛苦时微笑，是因为已经看淡了一切，谁的生活没有烦恼，只是有人选择歇斯底里，有人选择默默承受，人走茶凉曲终人散，这是人生的常态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下的，痛苦源自于对无能的愤怒，焦虑源自于对未来的恐慌，悲伤源自于对过去的遗憾。佛说，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，不要纠缠于过往，也不要过多忧虑未来，时间是最好的疗愈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万物不完美，人生总有遗憾，开心一点，不要纠结于过去，不要幻想未来，不要后悔如果，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，不完美是人生的常态，求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，决定你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，而是你放弃了什么，
一念执着，带来万般无奈；一念放下，获得万般自在。论语中说，凤兮凤兮，何得之衰？过去无法挽回，未来还可以改变。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我们终将释怀。失去的冬雨，可能在桑榆处得到补偿。保持平和的心态，不要忘记内心的安宁。得到或失去，都不如心安理得。愿意或不愿意，都不如心甘情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每件事都有无奈。同为红尘中的悲伤客，不要嘲笑谁是可怜人。世界上的大事，三年后都可能成为小事。人生没有走不下去的路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放不下的情感和舍不掉的缘分。过去的种种，过了昨天已经与我无关，未来的种种，从今天起从头开始。人生路上要学会释怀，学会量力而行，顺应时势。有多少能力，做多少事情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，不要自取其辱。人生苦短，何必过于在乎？得失看淡，尽心随缘，放下过往，珍惜放下，不畏将来。逆境时隐忍，顺境时约束，得意时淡然，失意时坦然。常怀虚无之念，间间红尘行，但看人间三千事，闲来轻笑两三声，无声处听雨，寂静时看山。多识草木，少识人，长守世间清净心。余生做一个内心坚定的人，不为繁华所迷，不为岁月所欺。看人间眼中有光，望岁月心中有暖。如果自己不觉悟，他人如何能帮助？只有自己醒悟，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方向。人生有许多不同的渡口，万物都有其既定的轨迹。我曾经讲过，醒悟对于人生来说，就像明镜映照湖水，能清晰地看到内心的真实和本质。只有自己才能完成这一觉醒的过程。如果自己没有醒悟，外界的帮助将无法真正起作用。正如佛陀所说，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，没有人能够真正拯救他人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，这就像是穿越一条宽广的江河。如果我们内心不清醒，就像是在浑浊的水中漂泊，即使有人伸出援手，也难以获得真正的拯救。醒悟的力量是深刻而内在的，它帮助我们摆脱外界的干扰，洞察内心深处的真实。当我们自己醒悟时，我们就能更自主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他人的帮助或指导，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需要依赖自己的智慧和决策。在佛法中有一句经典的真言，众生自度，大悲无边。这句话强调了自我觉醒的重要性。佛陀所传授的正法是一种内在的修行，通过觉悟自我来解脱苦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虽然可以倾听导师的教导，但最终的觉悟是自己的体验，自己的领悟，自己醒悟的力量，不仅体现在宗教和灵性领域，也适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包括在职业生涯中。一个自我醒悟的人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，而不是盲从外部压力。在人际关系中，醒悟的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，建立更健康的互动。
人生各有渡口，万物皆有定数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轨迹和命运，而这一切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定数发展的。无论我们是否醒悟，生命的过程和最终结果都是不可逆转的。这种观点与佛教的因果律有关，即因果报应的观念。根据这一观点，我们的行为和决策确实会影响我们的未来。好的行为通常会带来好的结果，而不善的行为则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。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选择，都可能在未来塑造我们的命运。醒悟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，它需要时间、努力和内省。但一旦我们达到这种觉悟状态，它会赋予我们强大的力量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自我醒悟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和坚韧。当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和无常的性质时，我们不再因小事而焦虑，也不会因大事而恐惧。这种觉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的起伏，更加坚定地走在自己的修行之路上。我们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并保持内心的平和。自我醒悟提高了我们的智慧和决策能力。通过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我们不再被外部压力或社会期望左右，而是根据自己的内心指导行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自我醒悟帮助我们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理解自己的内在需求和情感时，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人。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真诚和有意义的联系，建立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关系。如果自己不觉悟，他人如何能帮助我们？只有自己醒悟，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生命的深层意义，并度过自己的生命之河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特定的道路和命运，而觉悟正是我们自己的使命。通过自我觉悟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并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。这是一条充满智慧和成长的道路，值得我们去追求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，自我醒悟就像一盏灯塔，指引我们前进，帮助我们通向内心的宁静和智慧。智慧之人面对问题时，会先保持冷静，进行总结和反思，而愚昧之人遇到问题，首先会被情绪所左右，进而发泄情绪。有时，问题实际上就出在自己身上。因此，人们在面对问题时，应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，先从自我反思开始。这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，也有利于个人的成长。我在讲法时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：当你照镜子看到鼻子上有一个墨点，觉得非常讨厌，但擦拭镜子是没有用的。外在世界就像一面镜子，境界是外缘，引发了心中的喜好和是非观念。如果能够回光返照，内省自心，就能达到觉悟。修行之人明了，是非好恶乃内心的分别，外界本无是非好恶，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如一，无有高下之别，是我们的错觉，才产生了善恶是非之分。有时我们无法开悟，并非外界环境所致，而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。释迦牟尼为了让弟子们开悟并自省，曾用马玉人来进行开示。一天，释迦牟尼在精舍中静坐，弟子们化缘归来，他们神态安详，精神焕发，
弟子们在水池边洗净身上的尘土后，回到精舍等待佛陀的开示。佛陀安坐金刚座上，等所有弟子都回来后，温和地说，世上有四种马，第一种马在主人给它配上马鞍，套上辔头后，能日行千里，并能从主人扬起的马鞭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，自行调整速度和方向。这种马洞察力极强，被视为一等良马。第二种马虽不能从马鞭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，但能在马鞭触到马尾时理解，然后迅速奔跑，反应虽然不如第一种马敏捷，但也很灵活健壮，算得上是好马。第三种马无论主人如何鞭打，都不能理解主人的意图，反应迟钝，直到主人失去耐心，开始使用暴力，他才明白主人的意思，然后顺从地奔跑。这种马是后知后觉的庸马。第四种马比前一种反应更迟钝，甚至有些愚钝，直到主人愤怒至极，他才如梦初醒，全力奔跑。这是愚昧无知的奴马。讲到这里，佛陀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微笑着看着精舍里的弟子们，发现他们都在专注地聆听，于是继续说，这四种马实际上代表了四种人。第一种人听到世间无常，生命有生有死的道理，便能立刻警醒，奋发向前，努力创造新的生命。这就像一等良马，看到鞭影就知道向前奔跑，不会等到死亡的鞭子抽打在身上才后悔。第二种人看到世间的变化，生命的起伏，能够及时醒悟，并时刻自我鞭策，不敢懈怠。这就像二等好马，鞭子刚触到皮毛，就知道全力奔跑。第三种人比前两种人迟钝，当他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死亡的痛苦，生命的消逝，才开始感到恐惧，开始珍惜生命。这就像三等庸马，非要受到鞭打的痛苦，才能有所觉悟。第四种人最愚钝，只有当自己被病魔缠身，生命即将结束时，才后悔没有及时努力，白白在世上走了一遭。这就像四等奴马，只有受到剧烈的痛苦，才知道奔跑，但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。听了佛陀的开示，弟子们已经开悟，于是闭上眼睛，冥想自省，认清事情的根本原因，是人的境界的一种开悟。心若开悟，其意变随行随动，其行也将随之而变。鸿鹄之志也需要配合翱翔的能力和智慧，才能得以实现。人生短暂，转瞬即逝，如同白驹过隙。我们都渴望在这一生中过得充实而美好，希望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生。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，他们常常怀有大志，渴望创出一番事业。许多人奋斗一生，都是为了过上富裕而安康的生活，能够赡养好老人，教育好子女。然而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。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。很多人在面对挑战时会怨天尤人，将一切归咎于命运。成功不仅需要努力和拼搏，还需要懂得为人处事的智慧。我曾在讲经时分享过三句话：一，凡事不认真，不收其效。这句话教给大家做事的态度和精神，强调了认真对待事物的重要性。二，不严肃，不成其事。这句话告诫世人要有责任感和担当。三，
不献身不明其志。这句话则是劝解世人要自强不息，持之以恒。这些道理虽然简单，但要真正领悟并付诸实践却需要勇气和毅力。认真做事意味着要将用心贯彻到底，克服三心二意的习惯，沉下心来研究和琢磨。只有做到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质，做事才会有效果。严肃对待每一件事，意味着要有责任心和专注度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真正的成功。懈怠和懒散确实是我们的天性，但只有对事物保持严肃和敬畏，我们才能真正重视并全力以赴，将事情做得面面俱到，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，保持拼劲和傻劲，不计较眼前的得失，以大局为重，则意味着负责任和有担当。只有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，才能胜任领导角色。天行健，君子当以自强不息。自强意味着奋发向上，自我勉励，不断完善自我。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，我们唯有懂得自我勉励和自我约束，才能不断前进。事事依赖他人提点和寻求帮助，是无法实现独立和自我成长的。有些事情无需解释，也无需炫耀，成功和美好自然属于你。若你拥有近乎完美的一切，很少有人不感到嫉妒。保持低调和淡定，是心智成熟的体现，是成长后的大智慧。我曾提及翠岩禅师关于韬光养晦的卓越智慧，无论与众相处还是独自一人，都应保持低调，不露锋芒。如同哑巴聋子，看似痴傻陶醉，隐藏自己的光芒和名声，培养智慧和洞察力。无论动态还是静态，都应忘却内外之别。对于这段话，我解释道，无论与众人共处还是独自，都不可炫耀自己卖弄才华。要真正做到韬光养晦，就得像痴傻聋哑之人。修行者不应追求名声，一旦出名，嫉妒、障碍、陷害、诽谤便会接踵而至。真实智慧需要培养，而非仅仅通过学习获得。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卖弄和炫耀自己，实为不智之举。记得有一次，丹霞禅师去拜访慧中禅师，恰好慧中禅师正在休息，丹霞禅师便问慧中禅师的弟子，敢问慧中禅师在家吗？弟子初悟禅理，想在丹霞禅师面前显摆，便答道，在是在，只是不见客。丹霞禅师假装惊讶，哦，你答得如此深奥，我实在难以理解。弟子听后更加得意地说，就算你有佛眼也见不到他。丹霞禅师微笑道，年轻人真是才华横溢，不愧是龙生龙，凤生凤。慧中禅师醒来后，弟子便将丹霞禅师来访的经过告诉他，并自夸了一番。他本以为会得到师父的夸奖，不料慧中禅师听后严厉地批评了他，并给了他20棒，最后将他逐出山门。丹霞禅师得知此事后，对慧中禅师的果断和智慧表示由衷的敬佩。果然是南洋第一禅师，修行之人断不可陷入口舌之争。禅无固定见解，该赞美时赞美，该批评时批评。那些四处炫耀自己，对事物仅有一知半解的人，往往缺乏真才实学。正如满瓶水不响，半瓶水响叮当。因此我们要学会谦虚，
学会身体力行，书本上学到的多为知识。儒家云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，因为那并非自我领悟，智慧源于内心的定境，非外界所赐，需培养。内心清净至一定程度，智慧自然生发，由定而生慧。内心不动摇，外境不执着，内外本为二，二者皆无，方为不二，才能达到一真法界。若仍有内外之分，则仍在十法界中。众生应懂得培养智慧和洞察力，炫耀是愚昧之举。唯有真正获得大智慧，方能成为一代英才。